进球是对的，不进球的烟是对的。高伯伯，你说到底谁对呀？对呀，爸爸，到底是进球对还是不进球对？我就是不让你进，我就是不让你进，我就进。<笑>你看，所以说进球是对的，不进球烟是对的。<笑> 快开始了！高地来了，高地来了！高地，快下车！哎，高地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咱们怎么样了？你大打小，我们都快被打成筛子了。你赶紧上吧！我还没换衣服呢。哎呀，不要换了，赶紧上吧。高铁，拿着。知道呢，我出差了，一回来就听说高地受伤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哎，医生，来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我这高地，我是他爸，我是开货车的，成天在外面跑，甲也顾不上，我知道害得住院了，这给您带点东西。周师傅，啊。 你拿着，省事个心意。我省事。大夫们会诊，你的孩子患的是横贯性脊髓炎。
你说这病是什么？严重吗？严重，那能治好吗？人能活着，但是瘫痪。 别治了，弟儿，你不能这么想。咱爸、咱妈，还有大伙儿，都这么疼。 十几天，今天回来，咱一家人在一块儿高兴高兴，喝一起。来来来，爸，哎，大夫说了，我哥肝还不能喝酒。我知道，我能让你哥喝酒吗？你看你妈不是给你们拿了拜水吗？俺爷仨一水带酒。来来，快点，来拿着筷子，来，来，拿着，来啊，起来，啊，弄，我先，我挂。 点着啊，点着，点着，来，碰杯，哎，好了好了，爸，对不住你，就我们俩兄弟。 这一直操着心，这喝酒都赔不了。人呐，都要得病啊，怕啥呢？有病就治嘛。冒出去咋叫到这呢？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有病怕什么？要我的理解是，人生就跟开货车一样。 你只管找见改，当然了，再好的货车也有坏的时候，当然也有修好的时候啊，是吧，侯然？啊，哎，要建立信心啊！你想想，四个现代化到世前啊，你们是得的那个病，那还治不好的？我还不相信呢。恁爸说的对，俺最讨厌大夫说的那个不治之症，愚公能移山，我不信那个癌症还医不掉了。 这是师傅啊。 咱这两年多没看人家去了，听说他身体也不大好。
是的。给高弟送车去，给高弟送车，高弟送车，四眼呗，走嘞，机器人做不了，高弟坐专车还是可以的吧？哎，奶瓜呀、啊。小云，是想跟您说，我姨帮我介绍了对象，是军人。你爸你妈啥意思啊？他们说挺好，那能咋想呢？
难受。少儿，你说高迪以后能好起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乖，你该嫁人了，你这高迪和你都属马了，今年25了，该嫁人了。你听婶儿的话，高迪的就这样了，你不管他了啊，你也管不了。乖，听你家里的话啊，你爸妈不都是为了你好啊，就算大婶求你了啊。想起甲乙革命的新保障，甲乙革命纪念碑，全身想起了血洗的心。白天要嫁人了。知道了。我想送点礼。中，送呗。送啥？送个缝纫机。送缝纫机啊？哦，是是是。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，还有电视机，还有三转音响，现在都实行这个。缝纫机好像是娘家送的。人家闺女一直在等着咱高低，这不没指望了吗？送个缝纫机，就算咱家打发了半个闺女。从今天起，咱们龙海大院足球队就要正式聘请一个高水平的教练了。咱们这个教练啊，少年的时候就成了大名。他要是往球门那么一站，别说是球了，苍蝇也别想进一只。他就是著名的小老高铁把门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高叔叔。高叔叔呀，那他在哪儿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来，请高地高教练。甘甜，婶儿，啊，这是我儿子君生。奶奶好。你好。哎呦，乖呀，这么大了，过得好吧你们？婶儿，我孩子他爸去世了。哟，来来来，
家里说。今天训练累不累啊？累。真不累啊？真累。啊，那明天可又加量了啊。哎，今天训练谁最刻苦啊？我。谁训练最不刻苦啊？回头再弄一下。孩子们，来，看奶奶做的真好吃的。来，过来吃啊。来啊，好久不见。君生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高教练。高教练好。这是。这是我儿子。其实这孩子啊，从小身体就特别弱，所以我想让他跟着高弟一起学踢足球。您觉得怎么样？不能教那些。别人孩子踢足球，俺一看见那多孩子争啊抢啊，扑扑腾腾的乱跺，俺就害怕。不学那。展天，军生啊，他是个男孩，要我说，踢足球最好。这男孩不踢足球干啥呢？你知道，咱这个大院有个传统，谁考了100分啊，不请喝。拿了大喜报，奖状都不请喝，唯独踢足球踢赢了，非请喝不可。你说为啥呢？咱这个大院过去是陇海铁路修建的指挥部，是吧？上至指挥长，下至通讯员，个个都爱足球。铁路线从兰州到连云港几千里呀，没有个好身体中嘛，没有真正的决心，毕生的信念，他不中。嘿。毛主席说得好啊，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。孩儿，踢足球啊，也支持你。刚才你说的。妈，我觉得爸说的对。爸，哎，那这徒弟我就收了啊。好，听见没有？踢足球也支持。教练叔叔，我要当守门员。好啊，孩儿的事儿叫他自己拿主意，我鼓励孩子呢。还不快去行办事礼？哎，这就免了吧，办什么事啊？来，起来，孩子，来，哎，咱现在一公一素啊，好好交朋友啊。哎，这是干啥呢？这。你怎么扑的啊？看我的！开始。Thank you.
一楼。好。麻烦你啊。有车了，咋还买呀？这车跟原来的那能一样吗？性能完全不同。你看，这扶手永远不会掉。哎，婶儿，来，上来试试。多年，真该好好想想了。婶儿，我结过婚了，你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儿？我已经想好了，以后哪儿都不去，就在咱龙海大院儿。看着高地，带着君生踢足球。以前想喊您一声妈，也没喊成。等岁数大了以后，能喊声一声，那也行。爷爷，你啥时候高兴，啥时候喊呗。俺不就是你妈？婶儿，我觉得我还不够，离喊您妈还差很远呢。我还得慢慢的修。苦是修来的，甜是修来的。我修过苦了，该修甜了。闺女，要是你愿意，俺跟那臭小子说去。婶儿，您千万别，你让我自己慢慢的修。我不怕天长地久。还真行，当心啊！你还挺管好的。哎，行，当心。哎，妈，对，来呀。好。能一个手摇。幸好。哎。哎呀。哎，老弟，不要再转。转的我们眼都晕了。哎呀，这车真好嘛！哎，也不看谁送的。好，反正是你四眼送我的好。哎，不能那样说话。要没有四眼的车，你哪能自由啊？啊，走东走西的，嗯？大叔啊，他就是打击报复我，我不在乎。我要是研究车，我早发财了。哎，四眼这话说的对。四眼要是跟我一样那么伺候火车，他做的比我好。哎，这话你还别在大叔面前说，大叔可是老火车司机，你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废话，我又没说我跟大叔比。别说了，我们送贵人睡觉。好，来，我再骑两圈，去骑两圈。哎，来起驾。坐着。哎呀，好。刚才你这句话，我怎么听见像太监？你才是太监，还是太监。妈，你明天给我买只公鸡吧。
买公鸡干什么呀？我听说我师父小时候练马门，就是用公鸡练习的。军身啊，我觉得挺灵的，是个踢球的材料。我看也挺好的。你看他长那个小样，白白净净的，可像甘甜了。哎，眼睛更像。可不是，多快呀！你说，那会儿甘甜张着两个小撅子，在门口天天早上喊你上学，高地高地。完了再去。赛场上，你一看把他忙的，加油加油，数他喊得欢。这孩子一直喜欢。咱又没这病，他早是咱媳妇了。都过去的事儿了，别提了。要是甘甜还喜欢你，那你也喜欢他不？要是愿意做我的儿媳妇儿，你能随妈个心愿不？妈，咱不说这事儿行吗？我也老了，再过些年我都弄不动你了。妈，我知道你老怎么想了，您就别做梦了。还没做梦，你想想，你要是能答应了，随着妈个心愿，我也跟人家妈似的，有个节假日啊，礼拜天啊，还睡个囫囵觉。你咋想的？哎，我困了，睡吧啊。你给妈说你咋想的。哎呀妈，你说这些没用的干啥呀？睡觉吧，我走了。睡觉。该尿尿了。跟你们说多少遍啊！不要一味的打中路，中路打不进去，你传球啊，你快腿你就吃人下底呀、啊，下底传中路啊，中路打不进去，还有铁头你不用往回传吗？跟你们说多少遍，打不进去不要硬打，拉出来重新再组织，进来去。奶奶，奶奶，吃了没？吃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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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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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，哎，我快饿死了，还有没有好吃的了？乖乖，你今天咋得闲了？啊，奶奶，这是我们的马指导，
那知道。啊，奶奶，我不是叫马军生吗？哦，我呀是商都队的教练，最近在帮着我师傅打比赛呢。哦，咱们市区啊一共有四个队，那每个队呢都要打三场比赛。今天呢是咱们开门红，打赢了第一场。奶奶，马指导都是上届比赛冠军商都队，只有区赛的第一名才有资格给他们打比赛。啊，来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哎，都别吃了，节省时间啊，让咱们马指导说说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注意事项啊。好，哎，杰哥，我们的下一个对手是金鼎队，他们的特点是防守反击，他们的前锋非常的快，所以你们后卫一定要注意了，绝对不可以让他们打我们的身后球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都上来，上来防守了，上来防守了！快，积极点，积极点。闺女，自打前天你大伯走了一年，俺这咋觉得？这身上软的跟棉花团似的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婶儿，您呢就是岁数大了，岁数大了呢就得好好歇一歇，歇歇就好了。快点，传了，传了，进了。现在公园里菊花开得可好呢，明天。咱们去看看。中。俺也到岁数了。你没听人家说，73、84，阎王不请自己去。俺今年76了，该走了。要是走了，这也真是比不上了。您别东想西想了。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您呐，就是太累了，歇歇就好了。俺不歇，俺想陪着你一块儿弄。行，有婶陪着我啊，我干活的时候心里觉得特踏实。冷，拿件衣裳，咱也撵不上你俩。小儿，你刚才啊睡着了，有点着凉。高地要是真像小时候，满场的奔跑。婶儿，您怎么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？一会儿饺子都凉了，来，快吃吧。
你吃吃。今天的胜利，来，一二，感谢教练，加油！好，是癌症晚期，全身扩散，体力衰竭，情况不是太好，随时都会有危险，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。高弟刚才和球员一起来看您呢，结果您睡着了，我就让他们先回去，因为明天还得打比赛呢。俺在这待着害怕，俺得走，走走走，你叫个车去啊，叫个车去，咱回家不在这待着。您咋回来了？这么重的病，你不好好在医院住着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有点累。我听谁说累了还住医院的？甘甜，赶快回去睡吧，大半夜了啊！我跟俺儿好好说说话。那婶儿，您早点休息，千万别太晚了，伤身体啊！哎，婶儿，那我走了啊。好好睡一觉，还太累了。哎。喝水啊，接大手。俺今年76了，老了。我咋觉着可累？哎呀，以前也觉着累，不像现在。累呀，这眼皮子也睁不开了，浑身没四两力。哎呀，妈，您年龄大了，要是累了呢，就歇吧。歇啥不中，不敢歇。我拖累了这个家，拖累了你们几十年。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我哥哥，因为我有病，耽误了他的诊断。对不起我爸，也是因为我有病，剥夺了他安享晚年的这个权利。我最对不起的，就是这个妈。
天做饭、端水、擦屎、接尿，还跟我担惊受怕的。我23岁瘫在床上，28年，你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就说这次住院吧，你连一晚上都没住上。你惦记你家里这个没用的儿子。你拼着命的活着，我和你爸很谢谢你了。你要是20几岁撒手走了，你爸能活70多岁。妈的命最好，我老想着我有福。你想啊，人家那儿大了，找了媳妇儿出去了，这个礼拜天啊，节假日啊，回来看看。奶奶，打1岁叫妈，叫到现在50多年了。我天天听你叫妈，天天跟儿子在一块儿，妈有福。你记得，那有15年了。15年前，大夫说，妈得的肠癌。只能活半年，没把我吓死！老天爷，半年，我要是走了，俺儿咋办呀？我死不起，那不中。我想着我跟阎王爷打去，我打100回，我吓得1000回油锅，熬死我，我也不死。15年，活过来了，是吧？一眨眼过来了。这15年是谁挣来的？谁挣来的？那儿，那有福气吧？来信命，有来世，还是铁了心了，还跟你做母子，中不？中。中。中。哼，妈乡下人。也不识个字，你说这下辈子那母子不会改喽？能改。能改啊。能。这样，如果下辈子咱们还是母子的话，儿子当娘，好好疼疼您，中没？中。说这木影的事儿了，妈跟你说正事儿。要是甘甜再说结婚的事儿，就答应了吧，中不？你不喜欢他，是吧？不喜欢他。我喜欢他，我真的喜欢他。妈，我已经拖累了您一辈子了。不想再拖累他一辈子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太自私，太没良心了。我宁愿去死。傻儿，你咋这才告诉我呀？你让妈猜了你一辈子心思，我今天才知道啊！你傻死了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个傻儿子，你怎么活呀？
心里明白，我该走了。要是死，妈，您老要是真走了，儿子也走了。娘是为儿活的，儿也是为娘活。娘走，儿也走，咱娘俩一起走。高迪，我怎么看出来你是个混球人？我死我没办法，我老了，到时候了，你死你说出个理由来呀、啊、你不说别的，你就说咱龙海大院这上百户人家，你说哪家没帮过你？你看人家常仙天天早上起来搬着你起床，人家铁柱天天捧着你这个尿壶，那大黑那天晚上人家爸爸走了死了，人家守孝呢，大半夜来了说帮着你解大手，老一辈的点不动你了，孩子们来帮你，天冷了人家给咱送煤火，天热了给你拉冰块，给洗头的剪头的洗澡的搓背的，你样样都是专人。你看人家甘甜心里装了你一辈子，你说你谁比你有福气？你告诉俺，谁比你赢人？你还死，你死，你有良心吗？人要知道惜福，要对得起人家，要感恩啊！你要那样，你就坏了良心了。啊，高弟，你给俺好好活着，活出个样板来，好好活。好好活着，说。对，哥这一死，哥就断了你的死路，你代替哥活着，再苦。也得活着，几个心情。你说，你回答我，你说你好好活，好好活着。今天我们要进行本次选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我们的对手是一支专业的足球队。作为业余队，我们只有超水平发挥才有可能赢得这场比赛。我承认在技术上我们可能不如对手，但
是在气势上。我们一定要压过对手。足球比赛是一件有勇有谋的事情，不单单要靠体力，还要有战略战术。还记不记得我说了一句话，攻如子弹，守如长城，顽强拼搏，有我无敌。非常好。正因为对手是强敌，我们更要高兴，更要兴奋，踢得要更有力量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小二，药熬好了，来，趁热喝。高地比赛去了，打三场，他们已经赢两场了，还剩一场。嗯。哎呀，起来，先。老头子，孩子们又打比赛去了，您要真是有本事就保佑他们，保佑他们别摔着，别碰着，别伤着，两边的孩儿你都得保佑，那都是你孙子，是吧？Thank you.
鞠躬，三鞠躬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孝子谢。奶奶，您的孙子君生看你了。还有大头、尤军、钢蛋、二愣子，您这一大帮孙子都来给您磕头了。奶奶，你老走吧。今天您要走了，这些东西您带在路上吃。奶奶，我们想您。奶奶，我们想您。不对，还没到日子呢。四小叔这数学真好，几十年一个数都没错。我数学好，我们小时候一块上学，我总是抄他的。那时候甘田市组长还总是报告老师批评我，不信你问他。我怎么听着好像有人在说我坏话啊？说曹操，曹操到，那四眼打你小报告呢。都800年以前的事儿了，还津津有味呢。哎，君胜，这次咱们选拔赛得了第一，下一面是不是要跟你们商都队打？我来呀，就是要跟老师说这个事儿的。哎，君胜，来坐。市里很重视这场比赛，所以裁判都是到省里去请的。君胜，你是咱们龙海大院出去的，又是你师傅亲自带出来的，这次你要跟咱们龙海大院打，跟你自己的师傅打，你说说，你想输还是想赢啊？对对对对，想赢啊！当然是想赢啊，这徒弟想赢，师傅也想赢，这才叫比赛嘛。是是，对对对，
不管谁赢，都是咱龙海大院赢。高教练，今天呢，咱们龙海大院兑钱，给你买了这辆摩托。为啥呢？第一是工作需要，第二呢是荣誉需要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的队啊需要去参加比赛了。这次是咱们龙海大院打的最高一级别的比赛，是跟马军生的市足球队打比赛了。哎，这要是赢了，就能代表市里去省里参加比赛了。至于第三嘛，就是心理需要了。用牛科长的话说呢，如果我们连一辆车都不给你买啊，晚上做梦啊做的都是噩梦。所以为了大家都能睡得好，才给你买了这辆车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的厚爱。俺娘啊，走的时候跟俺说过，说俺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因为一直有你们在俺身边。谢谢，俺享大家的福了。我们请高教练试车。小心点啊！走。王先生，以后照顾高教练的活就交给我们年轻人吧。对啊，交给我们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放心，放心。行，好。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。怎么样，高教练？得劲儿！你们年轻人啊，不知道，想当年你们高教练那也是摩托车的发烧友。高教练，谢谢。没事啊，啊！刚才做了个梦。做梦？这做什么梦啊？能让你从床上掉下来？像你这种情况，你想掉都掉不下来的。我梦见我在夜里在守门，有那么一个球在北极，而且踢得又刁又急。我知道不能让他进，我一定得扑住他。我去，
那你铺主没有？他也没兴趣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这几天总做这个梦。行了，赶快上床睡觉吧。这样，你把你胳膊挎在我脖子上，这样我好用力些。来，这只手，快点。来，一二，铁头，快腿！明天晚上跟商都队决赛，你们可要小心点啊！那可是个强队啊！啊，是是是。啊，哎，还好你小子啊，明天啊，你可是首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海报都出来了。到哪儿了？啊？哎，还没有海报。哎，铁头。谢谢你啊，那你准备怎么谢我？对不起你，我从来不认为你对不起我，我把你当做我的妻人。我还不是你的亲人，我们只是一个大院的，只是同学。不过以后想做你的亲人，最最亲、最最亲的人，愿意吗？干爹，你听我说，你别说了。一个人从八九岁。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孩，开始就喜欢你，直到今天，年过半百，几十年了，你一次一次的拒绝他，一次一次的伤害他。我是你的亲人，是你的恋人。不是你的仇人，
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？发誓，等婶儿走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打起长长的幡儿，我要替老人家送终，我不会再让老人家失望。但是我连最后一次机会都没有。停！找谁呀？啊，我找马教练，我是他妈。妈，有事你就说。是不是要给我介绍对象？那是因为什么？你快说吧，妈。你师父对你好不好？你咋问这话呀？好啊。他这辈子容易吗？太不容易了。妈，有个要求。妈可从来没提过要求，这次有要求了。好，听妈的要求。你能不能让一让你师父，这次比赛就让他赢了吧？为什么？不为啥。你不也说你师父挺不容易的吗？再说，你高奶奶也刚刚去世，也好让你师父振奋振奋精神。不行，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你又不是让别人。是让你师父。妈，你不知道，这体育讲究的就是个竞赛精神，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要是能你让我，我让你的，那不成踢假球了？还搞什么竞赛啊？你妈，我敢肯定，你来跟我说这事儿，师父不知道。我当然不会让他知道，让他知道了，肯定跟我没完没了。这不就是了吗？你为啥不敢让他知道？再说了，这师傅要是知道了徒弟让他，他才赢了，他能高兴吗？哎呀妈，你就是不懂。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就你们懂行了吧？哎呀，行行，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开会去。还没有比赛你就放鞭炮，你知道谁输谁赢啊？这场比赛啊，不管是学生赢还是老师赢，都是我们龙海大院赢啊。那可不一定吧，咱们是龙海队，他们是商都队。你不懂啊？咦，就你懂。来，有请高教练。有请高教练。高教练慢点啊。哎，好，都来了。高教练，祝你马达成功。高阿姨，高阿姨，快上车！高阿姨，你快出来！来来来，
慢点。都做好了吗？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走。走了，走了。好，点炮，出发。干爹，要不咱们先上去吧。门是让人进的，球门是让球进的。球门不进球，绕球门干什么？对方进了几个球，你们又哭又打架的，我真瞧不起你们。我们能赢得起，也就能输得起。上半场我不想多说了。下半场，给我放松了踢，全当是一场练习赛。记住了，对手的左路是他们的弱点，下半场多攻他们的左。来，一、二，加油！大千，小铁把门，过来。记住老师的话，能扑出那些必进的球，你将来才是一个真正的守门员。下半场咱们的球门就交给你了。师傅，我一定把好门。大家，下半场给师傅踢进去两个，就两个。你可以的，来，去吧，喝点水休息一下。
爱是宽阔海洋，翻滚青春热浪，纵然这段翅膀，我却不再彷徨，有你在我身旁，给我你的力量。纵然这段翅膀，我却不再彷徨，有你在我身旁，给我你的力量。燃烧